人类不断扩张，城市急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上升，加上密集的建筑群影响空气对流，城市生活质素不断下降。究竟我们希望下一代在一个怎样的环境成长？我哋個城市就係咁樣不停咁樣發展發展嚇，起高嘅樓、大嘅樓嚇，咁一啲街道嘅活動啊，呼吸新鮮空氣嘅空間咧，慢慢慢慢咧就被取替。香港城市發展着重經濟效益，淘汰舊區。雖然社會變得富裕，但係代價。是犧牲寶貴社會資本、人際網絡以至大自然。空地，特別是有綠色元素的空地。其實而家香港，每人平均大概得三米到啦，三平方米。咁啊，呢一個咁低嘅數字咧，係差唔多係喺即係如果你話比較經濟發達嘅地方係差唔多最低嘅啦。如果你話要計比較嘅話咧，就譬如廣州每人大概有六至七平方米，啊，新加坡都有成六平方米。咁外國城市就好多都超過十噶啦。詹志勇認為香港都市發展好多時冇注重城市設計，本來市區重建係一個黃金機會，改善城市生活質素，令到整個城市以至大自然生態得以延續落去。但係好多時事與願違。最近你好典型有個例子就係旺角個朗豪。方呢一个市区重建计划，佢起好咗之后，我真系望咗眼，吓到我直情，我有冇搞错啊？系嘛？呢个系香港，可以去到咁尽，嗰块土地可以起到密度咁升上去，面头全部系石啦、玻璃啦，咁同埋佢隔篱。有幾棟舊樓有條巷嘅，佢巷都起埋，其樓底攝埋去，你有冇睇到啊？即係係咪需要去到咁盡呢？香港好興嘅就係一啲叫推土式嘅重建，就係將舊嘅嘢咧，砰一聲用一個鏟泥機咧，全部抹曬嚇，將一啲舊嘅建築物、舊嘅人。舊的記憶全部用推土式一個鏟泥機鏟曬，而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些很新穎啊、龐然大物，但是放在這裡呢，帶不到一個城市本身的特色出來。其實市民真的要需要想想呢，就是說當我們重建一個城市的時候，我們人放在哪裡呢？
個都搬啦，個個都係搬好就好無奈噶啦，講實話。個政府話要收購要重建，咁啊冇辦法啦。感受咧就好痛苦，买唔翻，换一部又失业，养一家，养一家人。成条街重建咧，唔多唔少有几十个铺要走。一般湾仔一个百零尺或者二百尺的地方收你5万-6万元，真的吃不消啊！真系，我哋呢啲可能小本经营啦。咁你话揾铺位喺第二啲区，你冇话揾唔到嘅。不过你做唔做得翻啲生意呢？市区重建局而家有200多个项目，有3个喺湾仔区。利东街属于 H15 呢个重建项目。今日市建局强调，城市规划发展以人为。今朝睇咗搬咗啲机，唉，个心都唔系咁开心咯。睇来一嚿铁，但系咧个心血汗水，眼泪都流晒好多入。喺度谂，到底租金贵咗咁多啦，日后去向如何咧？挨唔挨到落去咧？都未知噶。你突然间贵咗成一倍租金喎，又分开咗工厂同铺，系唔系以后呢度可以赚多一本钱呢？唔敢想象。我认同咧，就系老街坊咧，佢哋亲手咧就将一个社区咧系创立啊，啊，咁我哋亦系即系分享咗佢呢啲努力啊，佢哋个功劳啊。但是呢，当我们呢为下一代来着想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保留的，当然我们会考虑慎重的保留。市区重建呢，整个过程里面呢会带来一部分人呢他们的不便啊或者痛苦呢，我们是体谅。但是呢，我们当看整个社区的发展时呢，有时候有些地方呢我们是要看看我们认为值不值得啊，有一些东西是要放弃咯。大家點樣揾唔到樓啊？喺其他區揾唔到樓啊？點嘅情況？我哋灣仔嘅地咁旺，你唔可以俾翻一層換一層俾我哋街坊，已經係剝削咗我哋個權利㗎啦！樣樣都唔得，俾4079叫我哋走，呢個係咪香港人要做嘅嘢啊？事實係有問題，不過佢嘅心想就係鏟曬所有嘅地去賣，清清淨淨去賣曬佢，佢賺一個大筆嘅錢。我哋呢啲咧就係掃走曬嘅。去住翻啲舊嘅，你自己去老鼠出洞咁養曬你，其實呢個唔應該嘅。喺今時今日嚟講咧，將啲居民咧係遠區喺翻度咧，係一個好困難嘅事嚟嘅。嗱，通常咧為發展商嚟講咧，佢哋就希望咧喺任何參與任何嘅項目裏邊咧，佢哋希望保留佢哋嗰個靈活性嘅，佢哋唔想咧即係喺。我哋投标嗰阵时咧，或者佢哋参与个项目嗰阵时咧，就系太多个规限咧喺佢哋方面嘅。当然啦，即系居民佢哋嗰个要求咧，即系我哋可以即系当然我哋听到啦。但咧问题咧，未必一样样咧系可以做得到嘅。过去好多嘅市区重建地盘，不论系房委会啊或者依轮房协，都试过就喺一个地盘里边逐部分做，褪嚟褪去，咁能够令到。嗰啲人係原居喺嗰度住翻，或者嗰個原本嗰個有啲嘢可以保留得翻。規劃師杜立基認為，重建唔應該只係考慮點樣用盡啲地方賺最多嘅錢。佢義務幫街坊構思一個新嘅方案，保留原有嘅特色，同時街坊可以繼續喺原區安居樂業。喺利東街嗰一排嘅舊樓，兩旁嘅建築物。如果佢質素仍可以保留嘅話，留翻喺原本嗰度，而喺兩邊拆卸重建做個新嘅高層嘅建築物，咁所以就即係兩頭大中間細，即係叫咗就壓零方案。過去做嘅一啲嘅大型嘅重建咧，往往就係如果係取消咗條街道之後咧，
結合成一個比較大的地盤。在這個蝦田方案裏面，一個意念就是說起一些，即不是一些大的 footprint， 所謂我們叫做利用個地盤的特色呢，就是做到一些大狀 的建築物。那就是那個走廊可能是一邊，而是個居住單位在一邊，那兩邊是可以有對流風。重建居民，重建居民有權參與，有權參與，反對一口價，反對一口價，應有選擇權，應有選擇權。我哋就係睇到利東街問題，其實係引發咧，係睇到成個市區重建嘅政策嘅一啲根本性、原則性嘅問題。因為今日係灣仔嘅問題，但係聽日咧可能係油麻地、深水埗、觀塘同埋其他區嘅問題。因為你係買人哋一個合法嘅權益，你係用公眾利益呢個角度去收購人哋嘅一個合法權益，其實個公眾利益係一定有凌駕性嘅公眾利益。香港係一個經濟掛帥嘅城市。城市質素有沒有改善的空間？舊區重建能不能夠做到以人為本呢？倒垃圾咯，洗地咯，做清潔咯，不是在這裡推垃圾，推了三十幾年咯，捱得這麼辛苦，這麼困難，經歷這麼多，那就搏命去賺錢，去買這個一個安居樂業的。我而家呢啲人喺度揾食，跟呢度附近出入方便啊嘛。我都未试过咁唔安乐嘅，我嗰阵时咁辛苦咁惨啦，都挨过咗。而家佢整我唔安乐。你以人为本啊嘛，你要照顾翻啲人，买翻七年嘅楼噶嘛，冇一个嘅，夹硬逼人嚟扯嘅。我呢个$75,000，你咪俾翻$75,000我咯。佢又揾了七個測量師喎，又度又乜喎？你話得400多尺喎，你呢係咪400多尺啊？呢度咁多地方，400多尺地方喎，你俾唔俾佢啊？呢幾年做嘅一啲研究調查，佢哋都睇到咧，有好多老人家咧，佢哋可以話咧，如果係五分鐘之內步行咧，佢哋就可以揾到可以有困難幫到佢哋手嘅人。又或者五分鐘之內咧，佢哋可以嗰一日可以揾到散工。嗱，咁呢啲咧，其實都係佢哋嘅生存網絡嘅好重要一部分。其實我哋最重要嘅咧，就希望可以能夠保持一個社區嘅網絡，就唔好咧，好似一個炸彈咁樣咧，將成個區咧就冚爛鏟平曬，咁就將來喺一個新嘅一個沙漠裏面咧，就重新先至建立翻曬一啲新速速嘅嘢。是一個進步的社會和一個有文化的社會，只是處理了大多數是不夠的。其實我們就算對一些未必是大多數的弱勢社群，甚至少數民族，他們的需要我們都是需要去好好地處理他們的需要。我認識的近年那些重建計劃都是大規模將嗰個整個地貌啊，整個風土人情、當地嗰個環境咧，係一個好基本嘅改變嘅。甚至佢有啲重建咧，就連條街都保留唔到嘅。香港寸金尺土，發展舊區似乎有一個金科玉律，地盡其用。為咗起高樓，用一種推土式方法進行重建，將舊嘅市民全部剷除，結果。我哋损失嘅唔单止系回忆，仲有对嗰个地方嘅归属感。嗰阵时细个唔系好懂事啊，但系就净系知道上高咧就系大馆，啊上高就系大馆，即系中区警署，即系呢家最近。吴祖南喺中区长大，旧地重游，佢特别怀念呢一区呢一班街坊，因为呢一度系佢嘅根。阿姐，阿南啊，咩你家嚟探我啊？琴日咧，我见我同阿妈讲啊，佢话你话好挂住佢啊嘛，咁佢都好挂住你啊，咁我话睇下有机会推佢出嚟见下啲街坊。阿姐几十年嚟佢都系坐喺呢度，呢个系一个标志嚟噶，即系石板街口佢系第一档。
它亦都是这个地方这个 landscape 的其中一部分来的。我哋同街坊熟咧，就因为街坊邻里咧就要互相照顾嘅。以前大家都要好忙啊，要干活啦。咁所以咧，即系小朋友喺度长大咧，都系差唔多成个社区啲人帮手去照顾啲小朋友。系睇嘢啦，呢个教授大嘅而家。咁我细细个啫。啊，呢个我六姑姐。咁我哋好多啲親戚啊、叔啊、姑姐啊，都喺連東街揾食。我哋大姐仔喺度啊，你話幾耐啊？成而家六七歲啊，都係喺中環咁誒，見咗誒睇住變化啦。即係我而家坑開海皮都唔知病嘅我，填海啊！乜咁得意呢？有人搭車翻嚟行嘅，都行咗，冇乜幾可出嘅，係嘛？唔知定啊！經過咁多年咧，呢家變化咗咁大咧，咁我哋翻嚟咧，除咗啲地方嘅標誌，譬如話嗰個街牌仲寫住和你，或者呢、這個。街嗰個理弄咁嘅環境咧，即係未冇乜大變之外咧，啊，仲有嗰度咧有一個土地，但係好可惜都唔係好多剩低，當地嗰種風貌冇咗，而啲人對當地嗰種感覺亦都冇咗，咁所以我哋好擔心，如果香港嗰種發展嗰啲蟲係破壞咗原本嗰個風土人情嘅咧，咁搞搞香港人就對香港嗰種歸屬感就好薄弱。其實我翻到嚟係冇咩感覺，即係唯一我就啊，即係好啦，棵樹仲喺度，即係唯一係我覺得仲有同我以前有少少聯繫嘅嘢，因為我每日都經過佢嘅。舊區重建，以前生活嘅痕跡亦都隨之消失。城市發展，居民先要付出代價。金佩偉係喺西區度過童年歲月。96年因为重建要搬走，昔日平房今日变成高楼大厦。头先喺嗰棵大榕树隔篱咧，就以前有个竹档嘅，一家人咧都曾经有坐过埋一齐，都开开心心食碗粥嘅时候噃，咁即系呢个系一个回忆，咁亦都系我嘅过去。嗯，原来我就系由嗰度嚟噶啦。我谂有好多嘢真系。几多钱都买唔翻，你起得几靓都冇，冇谂过其实嗰间屋唔系净系钱咁简单咯。我谂当每一个人执走最后一件行李离开嗰间屋嘅时候咧，就会明白嗰种系咩嘅感觉咯。其实嗰间屋咧系我嘅生命、我嘅生活嘅一个延续嚟嘅，即系当我离开佢。閂埋道門，好狠心咁閂埋道門嗰刻咧，即係我覺得好似就係斬咗佢啦，即係冇啦，即係我而家同你就再冇關係啦咁。咁但係當然其實唔係咯，即係經常每一即係幾個月咁，佢就會翻嚟揾我一次，我就會發夢夢見佢咯。年半前，金佩偉當選灣仔區議員，佢好明白舊區重建。利东街班街坊的感受，遇到这一班居民，我想突然之间我觉得他们的今日和我的过去呢好像有了一个联系这样，我明白他们那种失落感不是说给钱你就可以买到回来咯。这里就是有这个友情的网络和邻居的和好，所以呢你说真的去第二度真的不惯，所以那些阿婆婆回来探我呢，哇你喝茶啦去喝茶啦，他都去了收晒。我们楼上有个街坊都是搬走了，他买月秋餸，哎呀我几傻啊，我的餸又走回来利东街，他应该是电车路的。其實一個舊區嘅灣仔入面，你見到咧由一點去另外一點咧，係好多方法去嘅。嗰啲所謂嘅 street block 咧係好細嘅，嚇而有好多街道都可以穿梭，而每一條街咧都係有一啲商鋪啊、一啲活動嘅空間。
整塊一路發展出嚟嘅時候咧，一路填海，嗰啲 strip block 咧係越做咧就係越大。灣仔北呢邊咧，仲會俾一條大嘅車路咧，係割裂咗兩個城市。我哋要去到几尽啦？我哋咩时候要翻翻转头？递交表格。利东街嘅街坊同专业人士构思嘅瓦砾方案提交城市规划委员会，反映民间对未来社区嘅意见同埋期望。發展呢個字咧，我哋好長時間咧就當係起樓咁解，甚至喺可持續發展呢個概念提出嚟嗰陣時咧，有人誤會係可持續地繼續起樓，即係我當時都好意外。不過我發覺原來香港人咁諗嘅，但呢個發展咧實際上就係包含大家之間嘅關係點樣發展上嚟，點樣互相幫忙，甚至周圍個環境能唔能夠保持。青葱翠綠啊，这个都是发展的一部分。